他在上课，是不是室内课？突然倒下去，这样子。上课中倒下去。就我要看，我问他说怎么样，他说先让请，先让教我们那个周雷民众，同学你们请接受。好，好走。肺炎讲师和主委分队的救护人员，以及马偕医院的接手抢救哦，然后现在已经很幸运的康复出院。哎、欸，那个生命，哎、欸，那个生命身份证要拿。好啊。所以你们刚才他在上课，是不是室内课？突然倒下去，这样子。上课中倒下去。他没有症状，然后就突然倒下去。现在在 CPR 就对了。对，因为你们电商线上有在教。哦。因为我要看，我问他说怎么样，他说线上请，线上教我们。没有，先贴药，你先压。现在周雷民众，同学你们已经接受了。看看，第一次电击哦。好，继续压，继续压。好，走。当时发生的事情，我都没有任何印象，是清醒后。同事跟我说我是突然晕倒在地，然后有肺的讲师，然后马上替我进行 CPR， 然后和同事帮我叫救护车，然后经由肺的讲师和主委分队的救护人员以及马偕医院的接手抢救，然后现在已经很幸运的康复出院，然后目前正在恢复中，然后想趁着主委分队的这次 CPR 宣导活动以我本身的例子能给大家带来学习基本 CPR 的重要性，我也再次谢谢大家。我刚看过来就，他就倒在这边了。对的话，我打119，打119，119打了吗？先生，行不行？大哥，大哥，行不行？可以讲话吗？大哥，把口罩拿掉。有了，已经懂了，呼吸了。